来自指导者群体信息。关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进展？通灵帕克里夏问候，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我们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与您交谈。本周我们将探讨我们在提高个人和集体生活品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有些非常奉献的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祈求上帝之光，但外在世界的表象往往并不能反映出他们衷心的努力。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事情似乎变得更糟。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令人沮丧。作为一句鼓励的话语，我想让你们知道，光之存有向我们保证，事情不会变得更糟。相反，光之存有揭示地说，我们的成功超越了天堂最大的期望。事情似乎没有进展的原因是我们的认知有限，我们没有看到更大的图像。希望今天的视频博客上 Vlog 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我们是多维度存在，同时在多个意识领域中运作。我们的祈求、祈祷和静心静坐，首先在一切开始的原因领域形成，然后他们透过意识的各个维度被磁化到地球的物理平面，即所谓的效果世界。尽管我们认为物理层面非常真实，但它实际上是我们所居住的所有意识领域中最不真实的，并且它是反映我们所调用的变化的最后一个维度。当我们祈求神圣的光而没有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外在世界的结果时，它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的祈求和冥想没有起作用，我们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当我们参与这些活动时，上帝之光就会回应我们的祈求和冥想，我们的祈祷总是会被垂听，也总是会得到回应。请记住，如果在我们开始祈祷、冥想和祈祷之前，我们确认我是我的我是存在，我是与全人类的我是存在合一，我们的努力将呈指数级扩展，我们将援引上帝之光融入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 7.5 亿人的生活。当我们以任何方式召唤上帝之光的那一刻，我们想要共同创造的思想形态的矩阵就开始在原因领域形成。每次我们重复我们的祈祷或冥想时，我们的矩阵就会成长并变得更强大。一旦某物在因界中形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最终在果界及地球的物理层面中显现。唯一的变数是这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你、我以及其他觉醒人类的成员。地球受物理定律的限制，而且我们在量子力学中了解到一个因素，它决定了我们所召唤和祈祷的变化何时会在物质形式的世界中显现出来。此因素称为临界质量。一切都由原子和亚原子粒子以及以不同频率振动的智慧能量波组成。我们生活中显现的负面事物是我们过去透过不以爱为基础的思想、感受、言语和行为而错误地限定了沉重和不和谐的能量的结果。我们生活中表现出的正面事物是我们过去基于爱所表达的正面和谐的思想、感情、言语和行为的结果。为了将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消极事情变成积极的事情，我们需要提高以消极方式表现的能量的振动，并将其转化回光的频率。当负面能量达到较高光频率的临界质量时，就会发生这种不可阻挡的转变。可将消极转化回光的最快、
最强大的光频率是上帝无限完美的紫罗兰火焰，来自我们神圣父母上帝的这份特殊礼物，旨在帮助我们每个人比任何其他光频率更快地达到临界质量的正能量。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在物理层面上看到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呢？这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调用足够的光来达到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临界质量之前就放弃了。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是，当我们觉醒并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创造能力有多么强大时，我们的我是存在就会激励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被提示要控制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我们有动力去调用紫罗兰火焰，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化生活中显现的负面事物。我们决定积极思考并控制我们的情绪，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想要在生活中体现的事情上。有时，经过看似勇敢的努力，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相同的老问题。那时我们常常会灰心丧气，对自己改变生命的能力失去信心。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通常会放弃并停止尝试改善我们的处境。我们不再祈求紫罗兰火焰，也不再做我们的肯定。这导致我们退回到旧的消极行为模式。我们开始沉迷于我们的恐惧、问题和挑战，而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梦想。由于旧病复发，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我们的处境似乎更加绝望。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在达到我们试图共同创造的临界质量之前停止了调用光。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实现临界质量的不可阻挡的转变呢？即使看起来我们没有取得进展，我们也必须继续坚持，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有许多变数可以决定某物何时达到临界质量，但为了让事情变得简单，光之存有让我们将临界质量视为我们想要共同创造的任何东西的能量、振动和意识的 51%。 当电子的振动增加，并且其振动的 51% 达到更高的频率时，就会发生不可阻挡的转变，剩余的 49% 的电子立即被吸收到新的振动中，整个电子上升到更高的频率。例如，如果我们努力共同创造繁荣，那么来自所有已知和未知的时间框架和维度的 51% 的能量、振动和意识，必须以繁荣意识的频率振动，而不是贫困意识的频率。当我们达到 51% 繁荣意识的临界质量时，就会发生不可阻挡的转变，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繁荣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对于我们在生活中努力共同创造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如果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还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仅仅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达到临界质量。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试图共同创造的东西将永远不会显现。我知道，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在所有时间框架和维度、已知和未知，达到我们能量的临界质量时，这是非常令人畏惧的，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发生了奇迹，并且为我们的积极目标达到了临界质量比以前容易得多。一方面，我们的操纵性质的人类自我不再能够阻止我们的努力，而我们的我是灵在再次掌控我们的生活。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上帝之光每天都在地球上呈指数级扩张。光比我们人类错误创造的支离破碎和扭曲的模式更加强大。光之存有揭示，
一个人透过他们的我是存在和我是全人类的存在来召唤光，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化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合格能量。除了这些奇迹之外，由于时间的需要，我们的父神、母神还授予了天堂陪伴一个神圣的宇宙分配，允许光之军团将我们的努力放大千倍。每次我们添加到世界之光，至高者告诉我们，这是任何世界体系中前所未有的神圣恩典的礼物。尽管达到临界质量的神奇时刻正在逼近，但可能会在我们下一次呼吸时到达。因此，天堂的陪伴鼓励我们怀着热情呼唤上帝之光，因为我们的目标可以在下一次呼吸中实现，但带着内心的承诺，在现在的永恒时刻，我们将继续前进，坚持下去，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因此，本周，亲爱的心，继续坚持，充分了解上帝之光永远是胜利的，而你们就是那爱与智慧之光。我们永远与你同在。来自指导者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